好了，吃吧。好吧。吃多少？那你们拿起来。就给跑过去就一转身，然后再跑。好黏呢，其实弄到脸呢还是挺凉的。嗯。大家好，我是赵楚文。大家好，我是曼妮。 那我们呢，在这儿现在是拍摄我们的首部微电影。今天虽然看我们啊两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的轻松活泼，但其实真的好冷好冷，特别的冷。但是呢，我跟你讲，我对你是非常好的，我已经偷偷的在工作人员，我是真的。那其实我们这部微电影到底是讲述一个怎样的爱情故事呢？对，请你们关注2月份，我们2月份会上，赶在情人节的前后。然后呢，也祝福天下的所有的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，有一份圆圆满满的爱情。